真的，你准备好了？是的呀，还不错吧？很高端，是吧？<笑>怎么坐？我坐这儿，坐。可以坐。啊？给 Simon 留位置。 Harry，Hello，妹妹，名字有点尴尬，想吃什么随便点，所以就得。哎呀！贝贝，这手呢？What？ 我还先藏起来了，真是会呀，好浪漫哦！要不要点这个套餐？这在这呢，你们看，你看一下。随便，其实差不多也可以啊。嗨，朋友们。哎 ，Hello，Hello，Hello， 这是我的吗？对的。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坐下来了。哎呀，他也自己找到位置了，这么顺吗？ 你猜是谁这么懂事？都很懂事。哎呀，好开心啊！要不要再点个披萨？你不是今天没那个吗？可能是我不想错过什么东西。旁若无人啊。喝水。 太尴尬了，这场面。你今天又是什么风格？美国街头风。不是，这是死亡摇滚乐队的演。等等，也有你的表演。对，等会我负责跳舞。<笑>没有，不是，他每一次讲那种，就等会有你的表演，就是很正经。因为他是认真的，他认真在问。 你的眼神，虎啸，看着喜欢的人跟别人打情骂俏。哎，所以我抓到搞笑的精髓了，就是要认真。对啊，所以我上次那个笑话讲毁了。没有毁，你那个笑话无敌，好吧？什么笑？有他们想说什么时候你们两个在讲笑话？ 嗯，哎，大家晚上好。非常开心来到深圳这个城市，今天是我们的一个巡演的专场，啊，我们是微 Life 乐队，然后希望大家能够伴随我们的音乐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深海烟火》，然后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深海烟火。 星座是上帝决定，
面瘫脸臭没表情，动作很僵硬，冷气太冷的关系，蓝颜色分不清晰，没信号就无回应，思想一段就像温室效应，惋惜烟火消失美丽，不是无声的飞机，偷走暗黄在梦里。怎么的了？怎么的？他是吓了一下，小伙子吧？排女队啊，第二名啊。他的眼神。哇哦，什么情况？哇，天，你现在给我干嘛？给花仙我干嘛？因为这是你的乐队嘛。完了 ，Simon 的花还藏起来了。那你说他藏啥呢？就是拿就送呗。他可能想最后的时候吧。拿走，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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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汤，就在这边。哎呦！小孔只能假装导演很精彩。卖点心给你，这可以找转个儿。麦姐好酷啊！哇！谢谢大家。我们去年十二月份举办了一次全国的巡演，然后我们有深圳站，在那一次我邀请了一个我们很早很早认识的一个朋友来当我们的嘉宾。是谁呢？是谁？就是他，就是现在正在我眼前的冰寒。就大家一定不知道他大学那个时候组过乐队，然后是我们的女生主唱。哇哦！那个、哇哦！来上来。哇哦 ！Melody。哇哦 ！Hello， 大家好。哟哦。啊，今天我们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准备，因为他们是今天下午才到的。然后呢，但是我就非常的想要。就是在座的各位以及台上的各位都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能在生命中相遇都是非常特别的人。对，不能再说下去了，不能再说下去了啊，就差不多。那好，那我想你唱一首我们的歌。可以啊可以啊。上一次你当我们嘉宾的时候你唱了这首歌。有唱，对。叫做专属。专属。好，那我们来演这首专属。我们俩好好配合一点，好不好？好好，我来配合。哇！
不得送了吗？哇、哦！谢谢。小粉丝很多年了，很多年了。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OK， very good。粉丝跟到这里来了，刚给发过来，哎呦，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对，看得见了，下面。哇哇哇哇！哎，我不能输，哎，真的是一个二个，等我一下。来，再加一束。我妈不会摔吗？你有准备吗？好尴尬呀。凯威，没有，可能凯威自己也没准备。哦，我说你准备了吗？他那意思，我刚才我们都没准备。哦，是这意思，对。自己插的哦。哦，人家自己插的话，哎，刚刚吗？下午插的，最好看。男生里面最好看的，大口喝水呢。完了完了，就你已经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怎么办？显得我们像局外人一样。两人就献歌嘛，献歌献歌。不是不是不是，还有一个献要献说吗？不能吧？我想献出我的生命。哦，想哭啊。